嘉利罗律师行是一家专门提供意外、伤残以及身体受伤诉讼服务的律师行，一直秉持不成功不收费的原则。我们有一个来自另外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客户，他受到了很严重的受伤，可是他没有只收到医疗支付，而且他之前的律师要以50,000元给他结案。然后我们之后他的案子，我们先安排他会进行的适当的康复治疗，然后我们让那个保险公司把他的详情分类到灾难性，自以为到他现在有创活的高到100,000元的以上的赔偿。大多伦多地区华人众多，很多人并不了解有关人身意外伤害的法律法规，嘉利罗律师行可用中文提供法律服务，在当地的律师行中可谓佼佼者。爱我们的呵护如同家人，我们想帮助华人社区的民众了解他们的权益和他们如何获得的赔偿。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团队，以确保我们和客户全面理解我们诉讼的每一个步骤，而且他们能回答我们中国客人提出的任何问题。30年丰富的从业经验，16位资深律师的团队，本着事事替客户着想，嘉利罗律师行得以发展成近100人的规模。在过去30年中，我们的公司在人身意外伤害赔偿领域已经打下了扎实的根基。我们有良好的医疗团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佳的康复治疗，也有富有法庭经验的医学专家提供诊疗报告，也有然后有我们的经济专家，以确保我们的客户因为没有办法去工作而损失收入得到赔偿。律师行已经开始通过社交媒体 Facebook、 Twitter 和微信等工具搭建互联网平台，为华人提供所需的资讯，详情可上网查询 grelo.ca。